Hello， 你好，我是来自品城记的姚大秋。简单介绍一下，品城记呢，原来是一档在广州吃吃喝喝的一档美食节目来的。但是很多我们的股东、我们的观众告诉我们说，哎，其实，在深圳这边也非常多好吃的东西。所以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就正式服务于深圳的广大股东了。各位，请多多指教。那么我虽然是个广州人，但是我坚信一点，叫做来了就是深圳人呢。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也要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一个深圳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吃的一道菜呢，也是深圳菜。那什么深圳菜呢？我的观念就是来了就是深圳菜，只要在这边开店的就是深圳菜了。因为深圳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外来啊外地的朋友的一座城市，所以他们的文化的冲击会非常的强烈，很多的混杂的东西、混杂的美食会在这边出现。我们今天第一家要吃的店铺也是同样一家非常混杂的一种菜系，它叫做马拉菜，去看看。就是后面这家热浪岛马来餐厅，其实在粤语的，在我们的广东人其实对马来西亚等等地方呢是非常熟悉。我们熟悉到是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马来亚风光好，恰恰恰恰恰恰恰，开饭。你让我了，我太幸是老板吗？对，马来西亚人是吗？我看到你这个非常多信仰的东西，在这边多少年了？差不多十多年了。你的普通话完全不像，也还好了，还好，很纯正。祖籍应该说是在广东，广东的，但是在那边，对，在那边出生，然后第三代的。那我们先尝尝你的出品，好，我们先吃一下，三去吃。好的，谢谢老板。觉不觉得老板很像安琪教练？教练，我想打篮球啊！那种汤粉，因为现在你们的季节入冬了嘛，立冬要防暑降温了，给你们温暖一下，然后的凄凉就来了。你看我的汗，你看我的油。马来西亚，我们刚才在讨论。是不是有合了很多东西的？是本地的、印度的，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是、还有本土的巴巴人的。以前这一盘呢，老板告诉我是一个叫做椰浆饭，是娘惹菜的一种。刚才看了资料，老板也说到，所谓的娘惹就是指郑和下西洋留下他们这种，就是那种官员嘛，官员娶了当地的那种皇族嘛，那里的土族的族人嘛，然后配出来这一种人就变成了巴巴人嘛，巴巴人。我在调的时候，在混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些的虾酱，应该是福建那边的东西了吧？福建好像比较喜欢吃虾酱，还有一些咖喱可能是印度那边比较厉害的东西了。再混合到这个有咸香味的饭，最后的这一口啊，厉害了，各位我不客气了，味道很混杂，咸香味、咖喱的辣味，再加上虾酱的咸味跟鲜味。非常多的口感的变化，有点咸过头了。不过啊、但是这碗饭我有一个要挑剔，是那鸡肉，因为在广州，我号称叫做广州吃鸡小王子。他们这边的鸡肉我自己是非常不 buy 的，因为通常东南亚菜里面的所有的肉，它都会做的比较偏干一点、硬一点，包括这块鸡肉。但是这碗饭的话，我是很 buy 的。小吃方面，我们是点了这个叫双拼，这个呢是一个鸡肉卷吧，姑且叫它，外层是鸡皮，然后里面是鸡肉，中间还有点点的皮蛋。我会把它形容成我们广州的另外一款美食，叫做桂花炸。各位不客气了，味道不算很出色，但是口感真的很过瘾，鸡皮爽滑，鸡肉也有它不同的口感，吃到里面就是皮蛋，几种不同层次的口感。哇，这个好玩，这个，但吃到最后有点点腥。这个是他们家另外一款的爆款了，在他们大众点评上面，这个是最好、最热卖的东西，叫做月亮虾饼。粉放有点多，我不太喜欢这个，这个真的是整顿饭最不喜欢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是一个什么机缘巧合来到深圳的呢？就是说，机缘巧合基本都是从爱情那里说起吧。这个很正常嘛，对，所以开了饭店。就是我太太是安徽人嘛，所以我们结婚了之后，然后跟某些老板在这里开
筹备开店，开这种东南亚餐，然后开了几家，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也想留在深圳了。深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深圳好在哪里？好在就是就跟马来西亚一样，比较多文化啊，文化居中的一个居中点啊。就你跟我不讲广东话，为什么讲普通话？你去上海，瓦拉东西上海人，广州人与人之间他们会说白话，你说说普通话，那就改成我们有一点距离了，这里没距离的，零距离的，你跟我见面都是普通话可以就可以了。来了就是深圳人，对，所以呢，开了就是深圳菜，对。在深圳的水围村附近，想不到能吃到一家颇有特色的马拉菜的一个餐厅。说真心话，是有一些东西我很喜欢，它那个饭混合起来的口味啊等等，很新鲜，很满足了我猎奇的心态。但是有一些的东西我自己又不太认同，比如说那一块的虾饼啊，比如说当中的鸡啊，我都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但是不要紧，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了深圳的这个混合的 crossover 的这一座城市的口味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这一家的马来菜也是当中的一个构成的部分。在家里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品城记姚大秋将会继续在深圳找一些好吃有特色的餐饮店推荐给你，希望你能够多多关注我们是品城记，在这里谢过了。最后请你记住，姚大秋是要吃下全世界的人。为什么不走出去呢？因为第一期正式一点。 OK Hello， 各位品城记的股东，大家好，我是姚大秋。长期以来呢，可能品城记都是在广州的街头觅食，但是从12月1号开始，我们品城记将正式进入深圳，跟深圳的股东们一起去找好东西吃了。所以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品城记 in 深圳”，全新的公众号，但是不变的会是我们去捐龙捐辣管夜食的精神会保持住的。好消息是，从12月1号开始关注我们品城记 in 深圳的各位股东的话，我们将会抽取100位参加我们的品城记深圳股东饭局。所以请各位抓紧时间关注我们品城记 in 深圳的微信公众号品。